你这样有拍吗？是拍？我在录影。哇，这个大漠，你转过来看我干嘛？好看你。好。你好像他远亲啊。绿世界生态农场。哎，一起拿。好好，知道。何必呢？好，拜拜。熟的来张合照吗？好的。Oh my god！ 耶哥，我决定要吃我的面包了。对。嗯。起来，不要乱叫。我现在要吃东西，应该会安静一下下。他才刚回到工作的。哇，金刚鹦鹉岛，快乐彩虹岛。对耶，然后便当一直等他走。他的声音有点大声了，对，要把音量拉低耶。可以把他 mute 掉啊，他声音 mute 掉吗？要到 mute 掉啊。羊驼，好可爱，这好像是小的，它好，它好萌，真的，你知道它很甜是吗？好萌哦。陈俊龙，站这里，站这里。哦，吓死宝宝，吓死宝宝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吓他？我给他扎一下眼啊。扎一下眼睛。扎眼睛。他要叫他干嘛？不知道。他的工作是要干嘛？哦，他跟他跑，好欢乐哦！他需要运动啊，他需要运动啊。对，我刚刚说当那个人工加速器，他很吵。不会的，宝宝骗你的。羊驼三步追，打滚洗澡，食物靠近，勿站在后脚附近，勿触摸，勿喂食物追逐。然后避免被踢伤或吐口水。哇，这么厉害，可以自拍合照哎！哇，好强哦！哎，全部的人都围过去，没喜欢靠近怎么回事呢？所以这样他们就过来了。对，来看一下，哎，他看着你，他看着你，哎，你去拍一下，你去拍一下我。太有趣了吧！看看你怎么跟他自拍。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不行，我好怕哦！快，真诚勇者，快点！勇者，我这样他就走啦。不会不会，你转过来，你转过来，他会自己靠过来。哎，再靠近一点。不要理我。原来羊驼是看人的。然后不然我们两个拍一张。哎，怎么不能不去？给你面子啊。他不想理我们。不喜欢我们。你手机把它转过来，他可能是以为是吃的，他就过来。这是一年半了，应该开始。他好笑。哎，他没有看你，他走了。为什么？这里这里，哎，你发型不一样，跟你拍。他中分哎，他们到底在看什么？哎，对，他的发型好好笑。他中分。来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你又好了。大漠，你跟他合照一下啊！哎，大漠，我帮你拍眼睛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拍。喜欢用眼睛看着你。你这样有拍吗？是拍。我在录影。哇，这个大漠，你转过来看我。干嘛？好看你。好。你好像他远亲啊。出去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只能跟他全部跟他一起拍个照？好，可以啊。哦。快，现在转过来。立马，大家转过来。生物。多样性探索馆，五星级的，好胖啊！也是要接着吗？啊，是，他是这样，非常有趣。你看那只，看到吗？有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蜥蜴之类的。是中蜥吗？下面还有，你看，那里有猴子哎。
啊，好颜色。吓死宝宝！他居然在上面飞！天啊，吓死宝宝！左上角，左上角。啊，好恐怖啊！上面，有点恐怖啊！他超肥的。他有鼻孔。乖乖。是吗？鳄龟。这真的是丢一只到池塘里，台湾生态就毁了。会怎样？这全部吃光啊！它那么强啊！对啊，什么都可以吃啊！哦，感觉好恐怖啊！这么大，它那个这个下巴真的是吃太多了，多太酸。蜥蜴。不好说。哈哈哈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他脸上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条纹啊？看起来就很像小偷戴着眼罩来偷吃东西，所以就被叫做食物小偷哦。红红他是非常厉害，森林中的爬行高手。大家留言，我们北美浣熊里面这个浣字啊，它其实是洗衣服、洗涤的意思啊。是因为大家觉得啊，它的动作好像非常爱干净啊，找到东西的时候就常常在水边一直搓搓揉揉，一直洗东西的样子啊，这个样子好像是爱干净的宝宝，所以才这样叫它浣熊。但是其实它不是爱干净哦，是因为它的视力比较差，当它看不到的时候，就要用它的两手来仔细搓搓揉揉，才能知道那是什么好不好吃，东西是不是它认识的而已啦，并不是因为爱干净啦。喽，迪迪站在我们左手边那边，靠成桌子看着前方哦。待会训练师会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，我们要靠这个道具才可以顺利闯过这一关啊，送走这一群挡路的动物，赶快看一看他们到底是谁呀、啊！哎呀，原来是我们的黑肚绵羊宝宝啦！将我们的奶瓶放低一点点哦，让他看到啊。然后放低一点没关系。这是我们的黑肚绵羊宝宝哦，他们都刚满一个月而已哦，真的是小宝宝。当他们开心的时候，还会一直摇尾巴哦。其实黑肚绵羊，大家看它虽然体内的毛是棕色的，但是它的肚子跟脚却是黑色的、啊，是非常明显的特征，所以我们就叫它黑肚绵羊啦。我们的羊驼宝宝啦，它的名字就叫做毛怪啦。它现在才刚满四个多月哦，是还是一个小宝宝的关系，它觉得肚子饿，要麻烦来宾朋友帮我喂饱它，它才会让路给我们走啦。其实羊驼很多人都喜欢戏称它们叫草泥马，草泥马，草泥马。其实看它喜欢吃草，又爱在泥沙地上打滚，我觉得它打滚的动作长得好像马、哦，就叫它草泥马。其实我们羊驼不是羊，也不是马、哦，它可是骆驼科的动物哦，它是居住在南美洲的骆驼啦。那感谢我们来宾朋友可以慢慢回到位置上。我们羊驼是非常好奇心非常重的动物啦，如果它对你有兴趣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想去闻闻你哦，我们就可以伸出慢慢的伸出手来去轻轻的摸摸它咯。它是羊驼，是不是在南美洲的骆驼？当地人养了非常多的羊驼啊，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它的毛非常的柔软啊，真的超级柔软的啦，比一般的羊毛还柔软哦。哇，可是有记录过哦，有一只树懒可能花一整个月才会消化这一餐哦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曾经有树懒可能一整个月才大便一次的意思啦，这个不是便秘哦，是非常正常的。但是我们香香是活泼好动的宝宝啦，它大概一个礼拜就会大便一次啦，大概可以看看我们大萤火香香说还没吃饱，还想多吃一点东西啦。世界上的树懒分两大类哦，我们怎么分类树懒呢？主要是看它前爪的手指头，我们去看看你们香香前爪有几根手指头啊？哦，我们男性朋友请坐下哦，不要站起来哦。对，坐下，不要站太高，不然会吓到动物。它的前爪有两根手指头，所以我们就叫它二指树懒。另外一大类的树懒呢，前爪就是有三根手指头啦，所以就是三指树懒。三指树懒的脸部还有白色的花纹。轰动。
好，不好意思，都太苗条了。